四月十五日，新德云四少之一岳云鹏出席了将于5月1日在保利骏悦举办的个人首场新闻发布会。届时，新段子《保安队的故事》和《车贷囧途》将首次与大家见面。岳云鹏表示，两个新段子是根据自己北漂经历创作的，前者灵感来源于自己刚到北京当保安的那段经历，后者说的则是一次过节开车回老家的事儿。除此之外，近年来成长为德云社中坚力量的小岳岳，还将为大家奉献翻新的经典传统段子《绕口令》与《黄鹤楼》。去年可谓是岳云鹏成家立业的一年，3月完婚，4月举办了相声生涯中的第一个大型专场演出。而今已为人父的岳云鹏又多了几分责任感与使命感，人生可谓小有成功。而一向谦虚好学的岳云鹏表示，虽然生活与工作上有了质的飞跃，但入行8年来学习的心态没有任何变化。最近很真的在为演出做准备，经常会梦见自己在台上忘词，观众也逐渐退场。搭档孙越与岳云鹏还在现场互相揶揄对方。岳云鹏表示，第一次见到孙越觉得对方太胖了，而孙越表示岳云鹏的脸太大了。